位于北半山天后庙道的珊瑚角，由六座物业组成，合共提供约300个单位。物业分高低两排，前排为 A1 至 A6 座，全数为实用面积约1173平方尺的单位，而后排 BC 座地势较高，分别提供实用面积约877平方尺及约654平方尺的单位。 A 及 B 座原即提供三房或者三房连套房单位，而 C 座则主攻两房单位。每个单位都另设有工人套房，而且开积方正，不设玄关。景观方面， A 座前方无遮挡，尽览都会维港景。 BC 座高层单位更加可以远眺维港海景。住户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可步行三分钟左右去到牛奶公司云景道购物中心，内有超市、便利店和零售商店等等。另外，珊瑚角两边的天后庙道和云景道都提供多条行走港岛方向的巴士路线，而且屋苑车位充足，单位普遍连车位出售，自驾人士最为方便。